王者乐不乐门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最近的盗版王者是真的是真的多啊，你根本想象不到这盗版王者会以什么曼妙的姿态啊出现在你的面前。就比如这个火柴人全明星，第一眼你看这玩意能盗版啥样人，首先我就排除了王者荣耀，估计是啥动漫人物，恰恰相反人家盗的就是王者，看到没，底下写着禁忌 MOBA 非常的专业，进游戏诶我就想问呢、啊、这玩意像不像妲己啊，这玩意像不像廉颇啊，啊哈哈不用问他们就是，进游戏妲己就来了嘛，马上就带我去造人啊，造火柴人，反手呢我就造了个花木兰，不该呀、啊、我甚至抱了一丝侥幸，仔细端详了几秒，操，果然是花木兰，本来我寻思这游戏嘛可不就放置游戏嘛，没想到啊这游戏不仅有摇杆还带上了三个技能，但是这技能咋了还锁了呢，观看视频解锁技能五分钟，我第一次见消耗阳寿使用技能还要给你限时，我他妈的人傻了，属实是马桶洗脸专业呀，习惯了我习惯了，不就点阳寿吗，这一技能位移一毛一样，二技能飞镖，诶你这飞镖甩这么快咋的，是怕我偷学咩，三技能轻剑连斩，你真的比花木兰花木兰啊，游戏呢更是非常的贴心，双手操作可以，单手操作也可以，甚至不操作自动也行，非常的不错啊。再看这个安琪拉，长得像就不用多说了，三个技能如出一辙，一技能二技能还是三技能，你是真的行啊，不仅如此这游戏还能五v五，哎能上五个英雄，没想到吧，五个英雄一个人控制，你想玩啥哎你就能玩啥，这不比王者快乐吗，打开这游戏的英雄图鉴不得了，王者荣耀火柴人分耀真是一个不落，你甚至能给火柴人穿衣服，这就很厉害了，衣服哪里来呢，啊王者里来，你有病，当然玩这游戏的小伙伴那得可注意了啊，别一不小心阳寿被偷了，前面这五分钟试玩技能只能说是冰山一角，这游戏每日福利有阳寿，抽奖有阳寿，等级礼包也要阳寿，每日钻石也要阳寿，开启铭文也得阳寿，听南哥一句劝哦，这种野鸡山寨王者啊那是不能碰啊，碰不得啊，那可不是玩游戏啊，那是玩命啊，注意安全了兄弟们，那么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